跟你就是图个新鲜，买个公司就是做个游戏，你还真把自己当成男版灰姑娘了。总要有人说实话，不如就我来说吧。你们俩之间差别真的太多了，不光是年龄、家世，你们之间还有很多很多细小的差别。就算你们能结婚吧，这些差别也会在婚后像一只一只小蛀虫一样把你的婚姻蛀得千疮百孔吧。那是你的婚姻，不是我的。我也只是想提醒你而已。沈明宝，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我自己的感情我想努力把它经营好。你不是也希望我好吗？我当然希望你好啊。那你希望我好，你就不要再说这些了。那么多人都说我们俩不合适，不合适，你也在说，我不想听这些了。一天八杯水，不是一分钟八杯水。我喝点水压压惊啊，上个月合同到期两个，这个月又走一个。合同到期了，客户有权利选择不续约的。你不是口口声声跟我说老员工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吗？我来公司以后一个老员工都没动过，像供菩萨一样供着。核心竞争力去哪了？来，接着喝。客户走了，公司会怎么样？会损失80%的年费，剩下的连公司的运营都 cover 不了。那得把客户留住啊。该跑业务的已经出去跑业务了，发展新的客户难道不需要时间吗？你没有时间，下个季度我要是业绩再不完成，我跟可心就没时间了。你还真想当他们家的驸马爷啊？你讽刺我？我是老板，你是员工，你讽刺我？我就说你目的不纯，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公司吗？你都是为了你自己。我怎么不是为公司了？我还要怎么为公司？我一天看这么多书，做这么多功课，我为什么？你看了这么多书，做了这么多功课，也没有长进，看了有什么用呢？我劝你还是不要把自己包装成青年才俊了。你以为穿上高档的西装，戴上几块名表，你就跻身上流社会了吗？我告诉你，你这是在和女娲唱对手戏，异想天开。我还告诉你，薛可欣我最了解，她这个人呢，不缺钱，不缺爱，不缺男朋友，这辈子唯一缺的就是烦恼。他跟你就是图个新鲜，买个公司就是做个游戏，你还真把自己当成男版灰姑娘了。我告诉你，所有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别人身上的人，最终都会失败的。沈明宝，你被开除了。你说什么？我不管你多专业多资深，我是老板，你是员工。现在我行使老板权，你被开除了。